Final Fantasy EC， 他最近跟那个 Monster Hunter 有联动。他在之前呢，就上一期出了一个那个 Club， 还有大哥的那个词，也是魔物猎人合作的，但是我没有想要抽，然后我就要抽这个 Tifa 还有这个爱丽丝的这个 Tifa 是那个麒麟套装，然后爱丽丝不知道什么和服吗？ Tifa 的武器就是雷属性伤害单体，还有血量50以上可以增加魔法攻击，然后爱丽丝就是看一下，爱丽丝是增加全体的这个物理攻击，高于70%血量会增加魔法防御，然后还会回血，这是全体的。但是如果抽到爱丽丝也是 OK 啊，可以给大哥对用。OK， 开抽，来吧 ，Come on baby， 哦，那就是这个2，很好，2就等于赚了一个十连。还要穿那个和服的 Club 就是100%会有五星，不过这个不代表没有五星啊。哎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两只，哎 ，OK， 这样爱丽丝应该是中啊。这一个还有一个大哥，刚好有用大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这么样多，哎，来啊，爱丽丝应该是中啊那一只。Yes， Yes， 哇，有了，有了，太棒啦！叮叮叮叮 ，OK， 咱们爱丽丝出来啊。来，拜托，拜托，给我那一把，那一把骑士剑。那又来骗钱了，叫你进钱。如果可以抽到大哥的话，我要抽到这把。这把是我看到那个谱子里面最强最强的武器。来，这个是20连。这游戏出五星率还是很高的。哎，黑色的3、4、4，为什么是4？哎，我第一次拿到，哎，4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哇，直接白嫖4次十连呢，拜托来。啊！哎呦呦呦呦！踢法！来，雷电拳 ！Come on！ 六！哇塞！太棒了！还有叫你进钱呢！哎呀，这个就一了啦。我们看到成蛇鸟就是乘以2，来一把。啊，没有啊。没了，这个这一波没来，这一波来了，嘿，哇，4次啊，哇，4次 double， 4次，哇，直接再白嫖，太牛了，这个，哇，哎，这波我没有这么幸运过，哎，哎，有，大哥那把武器呢？我应该是差4把，我就已经满了，来一个大哥的大剑，金蛇那把。金色，哎呀，为什么又是你？哎呀，乘以1，哎，乘以2 ，OK， Tifa 的衣服有啊 ，Yes， 呜，和服啊，有和服，看到没有？和服就代表一定会出一个金，最少一个金，直接开炸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两个，哎，猫咪，哎呀，猫咪，啊，看一下是金色喇叭还是橙色的。金色，这是什么？这一把是什么效果？这把我没有哎、欸，这把我没有。OK， 爱丽丝，来。OK， 好。第二把，可以跳掉。Best， 我要看一下这把的效果是什么。真牛酷的一个。为什么会跳画面？哦，衣服。哇，只要你充5000就能获得一把。我要 Tifa 的拳头。2、1呀。来一个。哎，这一把我懂是什么。这把黑人呢一定注定好了，他就是这把。这一把呢是拿来给大哥用的。2 OK， 没2。1个。2个。哦，有。他就一定是这把，对，踢法，雷电拳，麒麟雷电拳 ，yes， 米其林雷电拳，可以 ，best，
又来叫我金钱，你看到没有？每一个石头都叫我金钱。麒麟雷电拳，二一，跳！来雷电拳，雷电拳！啊，没有了，这轮吃屎了，剩四点，应该是二啊，这个一，可能不够哎、欸。四点就代表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至少要抽到两个或者一个四，一个四点，这样我们就一定拿到这个衣服。来，哎，哇，两个！哎，怎么直接跳？哦，不用紧，这样可以，直接两个。下一波，拜托，四点、三点、两点都可以。黑鸟们，哎呀！来一个扎克斯，咱们直接跳吧，一剩一个嘛，在后面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把剑？不要这把，我不要这把。哎呀，又叫我进钱，拜托，黑鸟，真是。一个踢法雷电拳，来踢法雷电拳。有踢法雷电拳，来，拜托，黑色鸟，二一 ，OK， 吃屎。那差三抽啊，三十连直接起飞呀、啊，一个 ，OK， 爱丽丝的棍，对，爱丽丝的棍，看起来很烂的这个蜥蜴哦，这河马这样的怪兽，降防。砍烂！哈！顶台的哈！哦哟，两万直接砍成智障！雷电拳！哇，直接切烂！太棒了！啊，哎呦！哎呀，这一轮还很烂啊！雷电拳，哎，有料哎，这个衣服直接切烂，这麒麟还是蛮不错的。最后的十抽，终于雷拳，拜托！也行啊，耶，结束，换 game， 换游戏。玩明朝 ，Holy shit！ 哇，这超美，我的妈呀，好美！